在中国西南边陲，距离中越边境只有3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龙州。自汉代开埠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绕城而过的丽江北岸，坐落着一条老街，它依水而建，因河而兴。当年，无数外来商户沿着水路而来。 打金器的、炸生油的、卖米糕的、商户聚集，繁荣一时。骑楼青马石板路，要不是身处其中，很难想象在中国西南边陲的国境线上，竟然还保存着这么一片完好的老街老巷。清代诗人农余三就曾经在诗句当中描绘过龙州老街昔日的繁荣景象。 高门朱吕三千客，家道红楼十二渠。千百年来，这条老街不仅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变迁，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英雄传说。龙州老街区位于广西龙州县龙州镇，北到北门街，东至城北路，西临丽江河。 南到利民社区，街道两侧大多是两三层的骑楼，临街的商铺里热闹喧嚣，巷弄深处，老街人却生活得怡然自得。相传，老街最早的居民是随马援将军征战而来的士兵，直到今天，关于他们的故事仍为老街人津津乐道。 东汉末年，广西边境发生叛乱，百姓深受疾苦。马援率兵来到龙州，他们骁勇善战，多次深入仗义之地，用了数年时间，叛乱得以平定。为了巩固边防，战争过后，马援率部留在了龙州，战士为兵，闲时为民。他为了方便龙州的群众的生活。 就在这里修建了第一座青石板的码头，很方便的群众的日常生活啊，货物的运输啊，到河边啊，等等。在我们龙州东边的时候，全部是旱地。马援将军呢，带领他的战士们呢，就修了一些水渠，就引进了一些水稻的种子，给农民种。这种的水稻，所以才能农民的生活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马援的到来不仅带来了长久的和平，还改变了当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安居乐业的龙州百姓感念他的功德，在丽江南岸马援军队曾经驻扎的垒土之上，兴建了一座伏波庙，祀时供奉。伏波庙周围也渐渐聚集起人气，形成一片繁华的街市。 1000多年间，作为国之门户、边防重镇，龙州老街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在金戈铁马、鼓角争鸣的岁月中，一代代将士勇往直前的血性和为国为民的豪情，化作了这条老街不变的风骨，代代相传。在老街上。 有一座古香古色的岭南大宅院，历史上这座宅院的主人就是清朝末年的广西提督苏元春。1885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抗法名将冯子材率领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大败法军，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对外战争唯一一次胜利，史称镇南关大捷。 当时，法国殖民势力搅而未灭，一直蠢蠢欲动，双方在边境线上形成拉锯之势。为了坚定战士们抗法守边的决心，苏元春决定把自己的祖坟从蒙山迁移到龙州来。但是当初他这个想法呢，跟他家人，他的大哥苏元璋。 和他的堂弟啊，其他亲人商量以后呢，
他们都极力反对，他们说，哎，怎么能有这个违背祖宗的遗言，把自己的父亲撞到他乡去呢？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祖坟关乎着一个家族的荣誉，更关乎一个家族的血脉传承。苏元春选择把祖坟迁往边境，意味着一旦国门被破，敌军践踏，整个苏家必将遭受难以洗刷的耻辱。在国家命运与家族前途之间，苏元春毅然做出了选择。他劝说家人，自古忠孝难两全，如果国家不保，这祖坟又如何保得住？把祖坟迁到龙州，就当作父亲和自己一起守卫边疆吧。他把这个意己跟他的亲人说清楚了，他亲人后来也认为这个意己很符合大义，就后来就赞同他把苏元春的父亲葬在这里了。誓死不退，寸土必争。苏元春破釜沉舟，把家族的命运与国之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他的勇气和果敢感染着军中将士，也坚定了老街人戍边保国的决心和信心。1886年，苏元春开始在边境修建防御工事。由于工程浩大，再加上需要购置大批洋枪洋炮，估算经费超过40多万两白银，而当时广西全年财政收入不足30万两，完全靠朝廷拨付，难以完成工程。朝廷呢只拨了2/3的整个工程量的款，剩下来的呢，到关键的时候，资金缺乏的时候呢，苏元春就变卖了他自己的家产，还有把自己的俸禄，每年的俸禄都打进去，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们边疆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把整个南疆长城建立起来了。苏元春整整花了10年时间，在龙州、萍乡等地延绵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165座炮台和碉楼，109处关隘，66个关卡，庞大宏伟的军事防御体系，犹如南疆长城。在他戍边的15年间，不仅当地再无大的战事，老街也快速发展起来。为了广开财源，扩充军饷，苏元春在老街开办通商码头，兴办了广西第一个洋行、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书院，南街、千左街一带逐步繁荣，街市规模日趋扩张，近现代化的商业模式开始在这座边境小城出现。龙州历史上有4大怪，第一怪有火车站没火车，第二怪有领事馆没领事，第三怪有教堂没神父，第四怪有飞机场却没有飞机。要想弄明白这4大怪的由来，还得从一桩往事说起。中法战争后，在清政府的妥协下，法国在龙州设立了领事馆，总理两国边境事务。为了进一步延伸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殖民者在领事馆处囤积了大量的铁轨。他说想从越南修条铁路到龙州来，他运来了大量的铁轨存放在这里。但是后来由于他越南的铁轨是小轨，和中国的大轨连接不上，所以后来谈判失败，终于这条铁路没有建成。虽然铁轨没有修成，但法国殖民者妄图蚕食中国版图的野心却始终没有消失。他们多次在边境线上派出武装制造冲突。有一次，法军越境进犯，驻守龙州的将领陈嘉率部奋勇抵抗，激战一个昼夜，
仍未击退敌军，军械损耗殆尽，急需补充。为此，陈家把老街上的铁匠召集到一起，商量对策。就在大家为原料不足而无可奈何之际，有人提出，法国领事馆处存放有大量铁轨，足够打造军械之用。陈家一听，大喜过望，连夜组织军民到法国领事馆运来铁轨，铁匠们自发为守军打造军械，送到前线。在守边将士与老街居民的同仇敌忾下，陈家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自此之后，打铁街声名远播。如今，打铁街是老街人平日里购买铁器的好去处，铿锵作响的打铁声混杂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声，一派火热安稳的繁华气象。而龙州菜刀也由此闻打天下，深受人们喜爱。或许就是在这无数次铁与火的淬炼中，这条老街也就拥有了铁一般的脊梁，钢一般的信念。老街依水而建，行走在其中，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就能够看到几十个码头。历史上，这些码头既可以作为军事用途，也是发展商贸的黄金水道。一代代龙州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看世界，做事业，守国门。从古至今，龙州始终是中国西南重要的战略要冲，也是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30年代，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各地武装运动风起云涌。1930年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龙州起义获得成功。然而，起义刚刚取得胜利，就面临着敌人的疯狂反扑。桂系军阀趁龙州城防空虚之际，派出13000多人突袭龙州。而那时，留守龙州城的只有以当地人为主的龙州赤卫队，以及部分红八军战士1000多人。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红军只能且战且退。当来到龙州铁桥时，被敌人强大的火力阻断了退路。就在情况万分危急的时候，为了吸引敌人火力，让红军顺利过桥，担任赤卫队队长的老街居民邓生带领民兵举着红旗，沿铁桥下的丽江河谷艰难前行。他就带领了赤卫队在河滩下摇起了红旗，吸引了这个敌军的火力，有效的这个掩护了我们的主力部队的撤退。敌军看到红旗，以为是红军主力，集中力量进行打压。退后一步生，向前一步死。枪林弹雨中，这些勇士们终无一人退却。他们以命换命，成功掩护了红军主力撤退。而400多名龙州赤卫队队员却在这次战斗中血洒滩头，壮烈牺牲。硝烟终会散尽，但英魂却会不朽。龙州起义为这条千年老街镌刻上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也在这里留下了无数铁血男儿舍生取义的动人故事。这里是龙州起义的旧址，也是龙州起义纪念馆。每年81建军节，梁炳聪都要来到这里缅怀先烈，藏在他心头的是从来不曾平静的记忆。1930年3月，铁桥阻击战后，梁炳聪的父亲与战友林景云留下了殿后，共同掩护部队撤退。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七八个人就把他死死地摁在地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刺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鹰战。但不幸的是，右边敌人呢，就是一枪打过来，我的老爸呢就中弹，啊，心腹重伤，因此过世了。当谢德成醒来时，却发现林景云不见了，战场上也没有寻找到他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然而，他却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战友。直到解放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林景云的下落，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梁炳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此后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修路，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2009年上半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认证，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双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林景云烈士的骸骨。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与努力，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炳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对于老街人来说，能够让这些为国洒尽热血的家乡子弟魂归故里，融于故乡的山水之间，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尊重，也是他们最浓烈的情感表达。千年时光中，老界人从来不曾忘记勇士们的热血付出，他们以这清扬灵动的天琴歌声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壮人生来爱唱歌，山歌唱来天琴和，琴声引得百鸟唱，山歌飞过九重坡。天琴歌声委婉飘渺，如细雨浮桐，又如微风拂柳。或许只有这清冽的丽江水，才能够滋养出如此韵味悠长的艺术形式吧。行走在丽江河畔，细细品味老街，不难发现它大气、包容、恬淡、美丽，一张一弛，井然有度。战争岁月早已离去，老街巷弄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平常。每逢过年过节，老街家家户户都会做沙糕，走亲访友，其乐融融。沙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嗯。过年过节啊，都要做沙糕啊。嗯。送亲朋好友啊。嗯。哦，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以前他们
打仗的时候送给前线那些战士啊，这样子。嗯，这是不是就差不多了？对对对。啊，好的。啊，现在还就可以吃啊？可以啊，吃来。那我先尝一口啊。吃干来。嗯，好吃。好吃。嗯，很好吃，很好吃。作为边防重地，今天的龙州老街上许多风俗都与军事传统相关。在这里，新人结婚时，如果新郎不在，新娘可以一个人拜天地。这就是因为早年间龙州人在外当兵的多，新郎参军打仗无法赶回来参加婚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新娘独自拜堂的风俗。谭国芳是和平边境哨所里的一名老兵，从18岁起就开始戍守边关。1983年，谭国芳迎来了人生中的大事，他的婚事定在农历腊月初十。然而，就在婚礼前几天，一项紧急军事任务打乱了谭国芳的婚礼计划。婚礼的请帖早已发出，酒宴也准备妥当，一边是婚期难改，一边是军令如山。最后，新娘只好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如期举办了一场没有新郎的婚礼。我就走了，我说结婚也是，反正啊，我们当地呢，当地那个老公在不在都不要紧，择那个吉日啊，都请一下亲朋好友。喝点酒就得了，现在我一想起来，愧对老婆了。边防无小事，这是老街人永远记在心里的一句话。龙州下辖的边境线上山高林密，戒备所立之处人迹罕至。谭国芳所在的国防哨所执行的边境巡逻路线长达19公里，共有25块戒备。士兵们每天都要巡逻一遍。在谭国芳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条边境线并不太平，巡逻过程中也经常会有突发状况。当时我们去巡逻的时候，他们是武装人员，正好也是下来，就他们先开枪的，我们后开枪，就干掉他们了3个嘛，我们死了一个哨兵啊。付出那么多，您后悔过吗？没有人干也不行啊，肯定是。他说，既然你到哨所来了，肯定是干了得啊。也因为我们是负责边民啊，边境安全嘛。这样的生死一刻，谭国芳经历过许多次。他18岁入伍，从哨兵到哨长，一干就是28年。这些年来，他的足迹早已遍布边境巡逻线上的每一寸土地，行程超过5万公里。他也因此成为共和国建立以来担任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老兵。1000多年驻守在边境线上的生活，造就了老街人刚毅的性格、大无畏的气魄。他们的勇不止停留在战场上，他们的义也早已延伸到生活的每时每刻。在老街的西南处，有一座陈永烈祠堂，是为纪念抗法名将陈家而建。卢武铨的家就在陈永烈祠堂的旁边。2012年7月的一天，卢武铨骑摩托车外出办事，途经小连城附近，见一辆出租车停在路旁，地上散落着5、6张100元人民币，他马上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然后呢，你就去跑得上来，跑得上来呢，马上帮我叫我，他抢劫我了，然后我们全部帮我啊，我们全部有谁。平日里憨厚朴实的卢武铨，迅速从身旁捡起2块石头，上前与行凶歹徒展开搏斗。那个坏人又追下来杀我，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李司机你让开，路面啊有这个石头很多的，我们扎2个石头，跟他斗。卢武团的举动吓跑了歹徒，女司机得以转危为安。
老街的生活或许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有正气为笔，勇气为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跨越崎岖和坎坷，找到通往幸福生活的方向。曾经战火连天的烽火边关，如今已经成为繁忙的国际贸易通道。当年边远古道上的金戈铁马变成了商贸之路上的繁忙货车，千年的边关已化作和平的通途，架起国与国之间友谊的桥梁，而老街的人们也在新时代中继续书写着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在我梦中有一条河，日日夜夜在唱歌，唱尽变迁，流尽起落，它在心里闪烁。故乡是那条飘满月光的河流，我常在思念你有我，在任何时候都向我招手，永远站在家门口。故乡是那条飘满月光的河流，悄悄打湿衣袖，我眼里的沙都被它统统冲走，那最幸福的暖流，每一条河都有乡愁，轻轻喝一口就暖上心头。天涯海角陪我游走，那是断不了的源头。一心相守，记住乡愁，它在我生命长。